我们的技术的话包含了可以针对于客户比较觉得比较难缠的 IPA、Acetone、NeCl2 这些气体，我们有完整的解决方案。同时的话，我们在这个产能的部分的话，会是业界最高，每个月可以做到新品300,000片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年度的话还有这个可再生14的这个滤网，那目前的话已经通过供应链的验证，我们实际上的话它的容量跟寿命的话是达到客户需求的2倍以上，然后呢应该是全世界第一这样子。那后续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再生的这个量产的也准备好了，我们在今年的年底之前都有超过100,000片以上的这样子的产能。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再生型滤网以外，我们还有新的再生型的滤筒，哦，基本上的话它可以比旧的形式的话是2倍寿命，压损的话却减少了50%以上，预估的话全年可以协助客户减少3500万度的电。我们 ESG 的策略的话包含了这个 E 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的绿色的供应链，我们选择低碳跟节能的方法，然后导入这样子的材料，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协助客户，像今年度的话减少了碳排56,000公吨，然后大约是119座的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的一年的排碳量。针对 S 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有捐赠了数位的学堂给这个偏乡的儿童，同时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也有捐赠口罩给乌克兰的这些难民们。哦，那针对于 G 的部分的话，我们的主张的话就是有多元的文化，然后多元的包容的工作环境，让同时的话，我们有52%以上的女性的同仁是担任主管。然后有1/3的话，的董事是女性，然后同步的话，我们在这个业界的这个薪水的话是高达前25%。裕翔希望能够变成了这个国际的领导品牌，哦，在这个关键的零组件上面，所以的话，我们不断的持续的创新。然后呢，希望能够提供我们的客户有温度的服务跟专业的品质。为了厚实我们裕翔的长期的竞争力，我们今年度的话也扩大了我们的研发团队。然后呢，我们也除了增加了研发团队以外，我们也针对量产的部分，我们投资了3亿以上。然后陆陆续续的话，也会有新的产能，然后能够为客户来去做服务。所以欢迎各位先进的话能够来我们的裕翔的摊位莅临指教，谢谢。